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，若只想要被爱，最后没有了对白，必须有你我的竞争，不求几分的平等，总有幸福有心疼，生命的起伏要认可，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，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，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。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，奋不顾身，难舍难分，不是一般人的认真。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，让那时间每一刻再倒退，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，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。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，上下粉丝的牌，谢谢大家。几点播了？
为什么 cue 我打游戏？峡谷时间到，干嘛想看我打游戏了？十点，才播了23分钟，刚播的。可是我水喝多了，我想去上厕所了。我去啊，我去，那你们怎么办呢？不是，我看一下这个反光会不会有问题，别等会儿把我上厕所反出来了，我有点害怕，知道吧？这反的是啥呀？我往这个地方去一下，你们等一下帮我看一下能不能看到我。能看到吗？那我把门关上。什么东西啊？我下播了。这还怎么播啊？看到了还怎么播啊？没法播了。下播下播下播了。瞎说是吧？不小心点进别人的练歌房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总有些惊奇的奇遇，比方说，当我遇见你。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，在你的天空无处停，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，滋润你心中的土地。不管未来会怎么样，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。
结局会怎么样，至少想念的人是你。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，因为我真心对你。总有些话是不愿提，怕你会掉入选择题。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隐藏在夜里，我的爱就像一片舟，在你的心呼不出停，寻寻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，希望不再流浪飘荡。谁笑？我又没笑了。你们先笑，我才笑的，我没笑。再别喝了，再喝就去，再喝再想去厕所的时候我就下播了。下播就不准喝了，水都不给喝了是吧？
上厕所的时候 leave the door open， 真有你的，好笑吗？在听这个歌，不是一旦不是我读了刚刚那条弹幕之后就觉得这个歌怪怪的，这么嗨吗兄弟？上个厕所而已。唱歌，没有没有，我没在笑，没笑没笑，误会了。是第一次见面的，刚刚有一句歌词就是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。有没有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的朋友们？我从前不相信捉摸不定的爱情，是像城市传奇，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。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，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。你让我把对爱的谜变成决心。哦，爱上未来的。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里。哦，有很多是在各个地方第一次见面的朋友。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
次的见面里捍卫我们的约定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那怎么办？只能先在下次见面到来之前，只能先捍卫第一次的见面，活在第一次的见面。我也是啊。已经在准备下一次的见面了。感觉上好像是最后一首歌曲。最后一首歌曲通常呢都会听到一点尖叫声哦。想想再唱，下次我也讲讲。不要开玩笑哦。好啊，通常在最后一首歌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曲，开不了口。好了，我要看到这边的荧光棒啊！对，好，比到哪？学会了，学会了。后面的朋友也有，这里下面的朋友是道歉。学会了，学会了，学会了。妙啊！神级互动。粉丝群会定期会有那个批准的，大家不要着急，大家不要着急。我哥好开朗，超开朗的。学会了，学会了。原来哥一直在叫我。这首歌有没有视频啊？我已经想看，想要看画面了。这样，哎，这是 MV 是吧？啊，这 MV， 想要看它。武汉就来是吧？好好好。
这边的朋友看得清楚吗？我看得很清楚哦。这边的朋友看清，我下次就挨个问过来。嘴巴张开，跟我一起唱哦。看你选择一阵风，这个叫声。就是那么简单，也许我们能量。真的是选择的，我知道，我愿意看着。人眼能捕捉的，当当当的人，一定不是你。哇，状态太好了。这什么神仙现场啊，我以前听的 live 版不是这个版本，我今天竟然好像是第一次听这个版本，我以前听的是别的版本。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了吧？还在吗？这是合唱老师的声音。还有没有？哎，还再给我推荐一下，还有没有类似的现场？你学会了吗？学会。白色风车。白色风车。迷住了，迷住了。2007年的阳光宅男，哦，真的吗？很多互动吗？我们把副歌先听完，不然很难受啊，都唱到这里。陪你走到最后，能不能不要回头？学伍佰老师，学伍佰老师哭的是你们。学伍佰老师一场演唱会开完，你们吃润喉糖的可不是我，是你们。然后我结束的时候会在门口拉着你们，哎，别吃了，别吃润喉糖，别喝热水了，干嘛呢？少喝点，少喝点。好，我们阳光宅男听一下2007年的阳光宅男。哎，我学到精髓了，精髓就是一起唱。
提问式的发言。一起唱好不好？感谢感谢，谢谢。边穿西装裤，他不在乎，我只想哭。有点无趣，他的样子像放弃的狗。难道让我竟然会自带水壶？写情诗用江湖，走起路一不注意就让路难的相处。零七甜甜的，零七甜甜的也很厉害吧？走你的人生。你的是山谷文学 BK 原地头转是吧，学 BK。 你的那路光，你要把露出中能留一点点冰子来，把手举起来一起上好吗？看得清楚我们什么怎么讲呢，看得清不是这边的朋友看你们看得很清楚哦。不对啊，他刚刚是问的什么，他问别人看得清楚他吗，还是看得清楚别人，我有点忘了，我等下复习一下。到时候现在记得清清楚楚，到时候头脑子一白。学会了学会了，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大声点，可是我明明听得到，故意这样说的，故意的，听得到也说听不到。贴脸听不到，听不到你们的声音，大声点。你们开心吗？开心吗？看得清楚吗？看得清楚吗？一起唱好吗？哎呦，这哎呦是，先记上，先记上。哎呦，哎，乐手老师，哎，乐手老师，这个是别的环节。让我听听看甜甜的是什么。这首歌呢要多学知道吧，甜甜的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再一次再一次。这首歌呢祝他们幸福，甜甜的。把手举起来。我怕我到时候万一紧张，然后语气不对，这句话就变味了。
我怕吓到大家。台下的朋友，睁开你们的双眼！感谢感谢，这句话我可不能说。我要说这样，台下朋友们，请你睁开双眼，然后台下就会说，请你把眼睛睁大一点。把手举起来，不好意思。这个时候在干嘛？怎么那么安静？好，准备了。我微笑着，让香味停留，缘分走到这也拦着不走。想着心灵感，中间有天空，继续下去，不需要理由。我唱着你话里面的那。这首歌我们一起听完了，11点了，听完我们就下了，就下了啊！今天就学到这里，好吧？的文章能不能和你们牵手？有这句话吗？感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喜欢的可以点个关注，点点赞，上加粉丝的牌，谢谢大家。哎呦，可以一直用，可以经常用。在每个间隙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，晚安，晚安。拜拜，拜拜。